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组织行为的授课老师谢俊红。今天将跟各位一起来探讨第十五个讲次，组织这个议题。首先，我先介绍这个讲次的教学大纲。在这个讲之中，我们将介绍组织的几个主题：一、组织结构的意义；二、决定组织结构的全变因素；三。 机械式以及有机式的组织设计，是传统组织设计的决定因素。五、传统与现代的组织结构。首先，我们先来探讨组织结构的意义。那么，所谓组织结构，是指将组织里的相关的工作任务做一个正式的安排。通常，组织的结构。 会用组织图的方式来呈现，而组织设计是指建立组织结构的程序。根据学者专家指出，管理者在执行规划设计组织结构的时候，必须要考虑以下几个因素：第一，组织架构的复杂化的程度。所谓组织架构复杂化。 是指组织它分化的情形。组织分化有两项考量：一、水平的分化，是指决定基层单位的多寡；二、垂直分化，是指决定组织层级的多寡。二、组织架构的正式化程度。所谓组织架构的正式化程度，是指我们在设计正式的规章、典范。 来规范员工行为的程度。三、组织架构的集权化程度。所谓组织架构集权化的程度，是指组织中决定权集中在高层的个程度。在管理的领域里面，组织与组织结构是过去几年中改变最大的一项。在现今快速变化的环境中。 一个管理者必须要重新评估传统的组织方式，去调整、发展出各种具弹性而有效的组织结构，来协助员工推动各项工作。通常，这个组织结构的设计，它是以企业组织的结构为核心的一个组织系统的整体的设计工作。 也是企业整体的设计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当然更是企业管理的基本的前提。那么介绍完毕组织的结构，那么接着我们来介绍组织结构的相关的权变因素。根据专家学者建议，一个管理者要设计发展一个有弹性而且有效的组织结构，必须要考虑。 决定这个组织结构的四个全变因素，这四个全变因素分别如下：一、组织策略；二、规模大小；三、技术能力；四、环境的不确定。这四项全变因素，我们简单的说明如下：一、有关于组织策略因素，研究报告显示。 组织的目标会受到组织的策略影响，而策略跟组织结构之间也有密切的关联性。根据美国大公司的许多案例显显示，公司的决策改变会导致组织结构的改变。另外，研究也显示，不同的组织策略也必须要对应到不同的组织结构。例如说，一个追求创新的公司。 它可能需要依赖有机式的组织弹性，那么跟资资讯的自由流通。反过来说，追求低成本的公司可能需要依赖机械式的组织的一种高效率、稳定以及严格的控制。第二项因素，规模大小。根据案例显示，机械式的组织通常比较适合两千名员工以上的。 大型机构组织，因为它会比小型的组织需要更多的专业分工、部门划分以及中央集权、组织章程以及规范。但这个组织成长一旦达到某种规模以后，这个规模的大小对结构的冲击就变得较小。根据研研究报告显示，当一个组织有两千名员工的时候， 这个组织已相当的机械化，就算再增加五百个员工，那么对组织的结构也不有太大的影响。但是反过来说，如果只有三百位员工的组织，如果加入额外的五百名员工，就会使得公司组织从这个比较有机而转向机械化的组织。三、技术能力，每一个组织。 都有一个至少有一种技术可将材料转化为成品的技术，一个技术决定了一个生产的形态。学者研究组织结构的设计跟组织生产形态，它是有互相影响的关系。第四个，环境的不确定性。研究报告也显示，在稳定而单纯的环境中，机械式的结构比较具备有管理效率。 反过来讲，在面临今日多变的环境中，尤其这个全球化的环境，竞争对手产品往往推陈出新，顾客对高品质跟快速的配送需要，这时候机械式的组织已不足以应付这个快速的变化以及环境不确定性的这种情况，管理者应该要将组织朝向调整为更精简、更快速。 更具备有弹性，而有机式的组织正好符合了组织设计的未来趋势。以上介绍完组织设计的全变因素，接着我们来介绍一下，在全变因素的考量下，有哪两种的组织结构形态？通常我们分为两项，一个是拥有固定而严谨结构的所谓机械式组织。 以及具备有高度适应力跟弹性的有机式组织。以下我们简单说明这两个组织的架构。一个机械式组织模式，所谓机械式组织模式，是指这个模式它具有固定而严谨架构的组织形态。这种组织形态它的特征如下：一，具备有高度的专业化。 严格的部门划分、较小的控制幅度、高度的制式化以及有限的资讯网络，通常这个网络主要用在由上往下的沟通，以及基层员工很少参与决策。一个组织如果要力求高效率，非常必须要依靠制度规章的标准化的作业与控制，这种组织形态。 会将组织内因为员工不同的性格、不同的判断以及对问题的认知差异，这些所造成的冲击降到最低。在机械式这个组织形态下，他认为和人有关的特征一律被视为会妨害效率的最大的变相。第二项组织模式，我们称为有机式的组织模式。那么，所谓有机式的组织模式。 是指一个具有高度的适应力以及弹性架构的一个组织形态。这个组织形态它有几项特征：一、有机式的组织，它可能会有专业化的工作，但这些工作它并没有标准化的作业以及规章，而非常的有弹性，让员工能够配合需要而快速的变动。第二，这类的组织。 他常常以团队的方式来进行工作，员工有高度的训练，而且被充分的授权处理不同的工作与问题。一般而言，我们组织呃机械系的组织又称为刚性式组织，也称为官僚行政组织。它是综合使用传统的组织设计的原则的。 的自然产物，而有机式的组织又称为弹性组织，也称为适应性组织。它属于低复杂性、低正规化以及分前化的组织。有机式的组织，它是一种松散、灵活、具有高度适应性的形态。因为不具有标准化的工作跟规则条例，所以它是一种松散的结构。 而且能够根据需要来迅速的做出调整。介绍完机械式组织以及有机式组织，接着我们来介绍一下相关的组织设计的因素。根据研究报告指出，这些相关的组织设计因素都属于传统的组织设计它所牵涉到的六项关键因素，我们分别说明如下。 一共有六项，分别是专业分工、部门划分、指挥链、控制幅度、中央集权以及地方分权、自式化。接下来，我们对这个六个关键因素，我们做个简单的说明。第一项因素，我们称为专业的分工技，呃，一因素。所谓专业的分工，是指组织内的任务。 它的分工的程度，而专业分工，我们强调一项工作，并不是由一个人来完成整个工作，而是将工作拆解为几个步骤，再由不同的人来分段完成。但是我们也知道，过度的发展专业的分工，将会出现人力的不经济，以及产生无聊、疲劳、压力。 以及不良品质、矿值力跟流动力的上升的现象。第二个因素，我们称为部门的划分因素，在组织的设计方面，企业高层管理者需要反复的考虑，应该设置多少的管理部门，每一个职能部门它的权责许可权是什么，应该建立几个管理的层次，而每一级的管理层次又。 有什么样的作用？这样子对管理的城市跟对部门的划分，以及各部门和岗位相应的所谓职能、职责、职权的问题，这都是我们组织结构的问题。为了加强企业的价值链管理，我们怎么样去优化组织结构跟业务流程，降低组织和经营成本，强化企业的竞争力？ 企业应该要定期或不定期的调整自己的组织架构，进行部门的合理划分。因此，我们把传统的组织部门划分大概分为五种的划分方式。第一种，我们称为功能别的部门划分；第二种，我们称为地理区域的部门划分；第三种，我们称为产品别的部门划分。 第四个，我们称为程序别的部门划分；客户第五项，我们称为客户别的部门划分。这五种划分，我们可以参考我们所呈呈现出来几张组织图，请各位同学仔细的参考一下。第一个图是功能别的部门划分，是按照功能的方式来来划分。比如说，最上面是厂长，下面。 按照工程、会计、生产、人力资源、采购啊，这等等不同的功能来划分组织。另外，地理区的部门划分，它是以地区的销售为为划分的对象。比如说，最上面是一个销售的副总，那么按照这个区域包含西区、南区、中西区,区东区等等，按照不同的区域来划分这个部门。 那另外像产品的部门，各位同学可以看看，在这个组织图里面，我们是按照不同的产品的生产的部门来划分这个啊部门。下一张图是程序部门，所谓程序部门的划分是按照我们生产流程的程序来划分。比如说，第二部分可能是计划部，可能是装配部，可能是涂装跟这个磨光部。 可能是这个整这个最终的修整部门，另外检验部门是按照整个生产的流程来划分部门。第三个组织设计的因素，我们称为指挥链因素。指挥链代表从组织的高层到基层的一条联系性的职权关系，它包含三个要项，一、权威，权威代表职位所赋予的权利。 他可以指挥下属做事，并期望下属能够达成任务。二、责任。当管理者在协调与整合员工工作的时候，员工有责任接受指派的工作。三、指挥权的统一原则。它是指员工只能对一位管理者负责。早期的管理学家包括费尧、韦伯跟泰勒等人。 他们非常执着于指挥链、权威、责任和指挥权统一的观念。他们认为，一个管理者不再是老板，而是一个授权者。但近代的资讯科技进步，使得指挥链的相关的观念变得比较不重要。第四项组织设计的因素，我们称为控制幅度。所谓控制幅度，是指管理者。 他可以指挥的员工人数，传统观念认为一个管理者无法直接管理五六个以上的部属，因此在传统的观念下，决定着组织的控制幅度有一定的重要性，因为它会决定了组织内的层级跟管理者的数量，同时也会影响组织的效率和其他的条件。 都相同下，控制的幅度越大，则组织的效率应该会越高。但以现代的观点来看，由于很多的因素，比如说包含员工跟管理者技能，以及工作的特性等等，都会影响一位管理者能不能有效管理员工的数目。因此，并没有一个固定的控制幅度。近几年。 由于资讯科技的进步趋势，而倾向于较大的控制幅度。另外，管理者也逐渐的了解，一旦员工对工作非常熟悉，而且能够了解组织的整体流程的时候，管理者应该可以负责较大的控制幅度。第五项组织设计的因素，我们称为中央集权。 跟地方分权，所谓中央集权是指组织的决策权完全集中在高阶的管理者的程度。如果最高的管理者在做主要决策的时候，很少和下层的管理者参与，那么这种组织就是中央集权。而地方分权则是指基层的管理者或者员工，他可以表达意见。 或者参与较多的决策，通常中央集权跟地方分权的观念是相对的，而并非绝对的。为了让组织更有弹性，以及更能够及时反映外界的变化，业界的趋势是朝向地方分权的决策来发展。那么，这种方法我们称为员工的授权，也就是说，增加员工的决策权。 特别是在较大的公司，一个基层管理者如果能够更接近执行面，他们通常会比高阶管理者更能够了解问题的所在，而且能够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法。第六个关键因素，我们称为知识化的因素。所谓知识化，是指经营工作的标准化，让员工能够遵循。 公司的规章与程序，而行事的程度，在高度的形式化的组织里面，会制定非非常多的很详细的工作说明书、明确的规范以及清楚的工作程序。员工该做什么、何时做、如何做等等，并不需要很多的考量。根据研究报告指出。 一个制度、制式化程度较低的公司，它的工作任务较没有结构，而员工对于该如何完成工作有较大的自由度。对组织而言，为了维持一致性以及达到控制的目的，其实某种程度的制度化是必要的。但在有些状况下，当你的制度规定的太过严苛， 其实许多的组织会给员工适当的空间，让他们可以根据情况来做适当的判断。以上是属于传统的组织设计的因素。接着，我们来介绍一些在组织的设计因素下有哪些常见的组织结构。首先，我们来介绍一下传统的组织结构。那么，根据实物研究报告。 传统的组织结构大概有三种结构，分别是简单的结构、功能结构、事业部结构。以下我们将来介绍这三种的结构。第一个，所谓简单的结构，所谓简单的结构是指一个组织里面只有老板跟员工的组织，它已经具备有粗略的部门以及较大的控制幅度。 集权的指挥以及不正式的组织规呃设计，随着员工的人数增加，慢慢的简单式的结构会朝向专门化以及知识化的发展，使组织个能够走向官僚化。这个时候，管理者会采取这个功能式的结构，或者说事业部的结构这种组织形态。那么第二个，我们介绍功能式的结构。 那么，所谓功能式的结构呢，它是指一种将相似或相关工作专长的员工，把它归在一起的组织设计。也就是说，纯粹以功能的导向来作为组织划分部门的方式。第三个事业部结构，那么所谓事业部结构是指由不同的事业部门所组成的组织结构，每一个事业部门只有少量的自主权。 总公的总公司的事业部门主管拥有大部分的决策权以及经营权，并且负责整个事业部的绩效。一个总公司的事业部主管通常也扮演了一个外部监督者的角色，协调这个控制各个不同的事业单位，并提供了财务以及法务的协助。 介绍完毕，三个传统的组织结构。接着，我们来看看现代的组织结构有哪些。根据实物的研究报告，现代的组织结构大致上有四四个类别：一个我们叫团队结构、矩阵式与专案式组织、无边界组织以及虚拟组织。以下将分别介绍这四种组织结构。一。 团队结构，所谓团队结构，是由整个组织中有许多推动业务的工作群或团队来组成。它并不存在有上下的阶层式管理，因此，充分的授权对于这种结构是非常重要的。团队成员可以采取自认为最合适的工作方式，并为其绩效来负全责。根据研究的指出。 在大型组织里面，团队结构它可以弥补功能或事业部的结构不足，让组织可以兼具有官僚体制的效率。例如说，这个有有像亚马逊、波波音、惠普、摩托罗拉等公司，大多采用自我管理团队来提高这个生产力。第二项我们称为矩阵式跟专案式的组织。 所谓矩阵式的结构，是指组织会针对专案的需要，从不同的功能部门中调集人手来组成团队，并且指派一位专案经理来领导。那么，专案式的组织架构会造成所谓双重的指挥链的结果，成员会有两个上司，分别为功能部门的经理跟产品或专案部的经理。 这两位上司都有指挥权，例如说专案经理，他对由公能功能部门寄来的专案成员，他有指挥权。但有关于升迁、薪资调整以及年度的考核，通常是由功能部门的主管来负责。为了解决这样的一个争议，而且能够让工作能够有效进行，通常这个专案跟功能部门的经理必须要定期的沟通。 来协调员工的工作需要。第三个，我们称为无疆界组织。所谓有边界组织，是指一个正常组织通常会设定包含工作分析、岗位定级、职责权利等等，来保证组织的稳定跟次序。而边界通常分为三种：一种叫水平边界，一种叫垂直边界。 一种叫外部边界，而所谓无边界的组织，代表说一个组织的设计，把水平、垂直跟外部通通把它撤销掉，让组织变成一种扁平式的组织，我们称为无边界组织。第四个，虚拟组织，所谓虚拟组织是指一个组织，它并没有真正的所谓地理位置的总部中心，而是透过。 各类的电信科技而存在的公司，或者说非盈利的组织、教育机构或者其他相关的生产价值的社会组织，它的特征是少数的全职员工为核心，有工作在处理时，在组织透过外部来雇佣短期的专业人员。虚拟式的组织，它灵感是来自电影业。 管理者如果要降低或消除这个组织的边界，另外一个可行的方案是采用网络的虚拟组织，由外部的厂商提供所需要的产品元件或者零件，而然后由企业的员工来完成组装的工作。这些制造商我们称为这种组织形态为模组化的组织。 这种方式让组织可以集中心力于自己所专精的整合部分，而将其他的工作委托由各自擅长的外部厂商来处理。最后，我们来介绍在今日组织的设计有哪些挑战。今日管理者在探索各种的组织设计，哪一个项才能够帮助员工能够有效完成工作？ 在这个当儿，常会面临以下的三项挑战，我们说明如下：第一个，如何维持员工的连续；二，怎么样建立一个学习型的组织；三，如何管理全球性的这个组织。那么，第一个议题，如何维持员工的连续？通常，组织设计的许多概念都是在二十世纪所发展出来。 当时的工作内容大多很稳定，而且容易预测。而今日组织设计的最大挑战就是设法让分散和机动的员工能够维持跟组织的连续。第二项，建立学习型的组织，让这个组织转变成一个学习型组织，来发展出不断的学习、适应以及改变的能力。一旦组织能够学习， 并能够将学习的成果运用在工作的这方面的能力，才是企业能够维持长久优势的唯一方法。另外，在学习型的组织里面，不论是跨部门或者说是跨阶层的员工，都需要尽可能减去或去除结构与地理的边界，来分享资讯，并且协调彼此的工作。那么。 三、管理全球性的组织。综合过去的研究显示，虽然不同国家组织里面的行为都有它的文化上的特性，但全球各地的组织结构都是相似的。管理者在设计或改变组织结构时候，如何将文化的元素纳入考量？今天的课程到这边，感谢同学们的收看，我们下周再见。